很优秀，长篇大论，当当当当当，不是剧本，这词儿背下来就不易，还把人物、故事情节都得交代清楚。这就是说单口的难度，一个人表演，他跟两个人不一样。两个人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表演很潇洒自如，也不紧张，因为什么呢？有旁边那个人衬托的。他跟单口相声他不一样，你要单口相声一个人表演，一个人说，你两个人还能逗了一句，你这位站起来走了，你是吧？你还能砸他一把，你这一个人他怎么走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人诸位这么一看，神经病。所以说，这个一个人表演不好来啊，很多这个到不到的地方，观众朋友们多多的自我检讨。开个玩笑啊！你看刚才这贺东做一大段下去，歇一会儿。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给您表演。这个讲的都是什么呀？身边的事，也可能是过去的事，也可能现在的事。过去的事情发生，现在也有可能会发生。因为在咱们身边，形形色色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发生。所以说我们这个演员嘛，就得观察生活，在生活当中搜集一个素材，还有题材，一加工可能有些夸张，拿到舞台上来给观众朋友表演。你像这刚才这李贺东研究过去这个发生的一个时态现象，我研究什么呢？跟他们这个不一样，太吓人。还有老秧子都出来了，老头躺在棺材里，不行，我听不了这，听我瘆得慌。你看鬼片儿什么，我都不敢看。哪儿人多，我就上哪儿去；你要哪儿人少，你让我一人待着，我还受不了。哪儿人多，你看那咱们这个天桥这一带，旁边有一个香港路菜市场，没事我就爱上那个菜市场里我转一转，人多呀。你看沈大娘买个菜砍个价挺新鲜的啊，王二婶买芹菜砍两毛，拎着二斤芹菜回家还倍儿美。你看那个卖菜的也是特别能过，我就挺佩服人家。那个卖菜的在过去来讲跟现在还不一样，你现在卖菜都简单一点，有时候剩下的菜两天一堆三天一堆，包圆的包圆的都是这个。你在老年间那个卖菜就不一样。我把过去卖菜的大概分为这么三种。头一种就是这个走熟街的，第二种就是菜油子，第三种就是这切卖菜。你还都不一样，你还别睡觉，我跟你说，我还没讲完呢，等我讲完了你再睡。先说这个走楼街的，真正做小买卖的，早上起来自己身上捯饬的干净利索的，把菜洗的也是非常的鲜亮，少不清水，看这个菜就那么新，尤其那韭菜往那儿一立，你就一看韭菜那么鲜亮，一个个在那站着，感觉啊就是特别的精神。两大笼红菜挑起来，来回来去的在这几条胡同转悠，几条胡同的婶子大娘也都认识的，到点人出来买菜，婶大娘到点出来，到点人家卖完了走了，自个儿就回家了。真正做小买卖的就是走熟街，还有呢就是这菜油子，这个菜油子很厉害，这个菜油子不止的卖菜挣钱。你看坐在这儿可能纳闷儿，他菜油子不止卖菜挣什么挣钱？靠行骗，靠这张嘴挣钱。你跟说相声还不一样，说相声最起码还逗您乐，对吧？您感觉花这票钱还值，您要不值您票不对，这是实话。这个菜油子很厉害，能把死汉子说翻了身，就那个嘴皮子厉害之极了。
早上起来跟其他卖菜的一样，当时干经理做的那个菜啊，也都弄得倍儿新鲜啊。你看你们这韭菜也都是倍儿精的，一个个都拿下来，两大锅公菜挑起来，搁在一个担子上，那个菜颤颤巍巍，特别清楚。那一般那个卖菜的担子死沉死沉，沉着那个菜，水菜。瞧他这份清楚，为什么？菜品种挺多，但是数量特别少。因为他这个菜不是说什么人都卖，普通的婶子大娘出来还不卖呢。别人说你买不起，卖什么人？外场人，好财买脸的，好面子的，卖给这些人，还是有钱的主人。你比如说挑着担子的这位，这菜油子正在胡同里转悠呢，出来这么一位，穿着西装，这是系一蝴蝶结，不是那领结，是那玩意儿，我说错了，穿着西裤大皮鞋，拄着个文明棍儿，你看这大老板。那那个年头能穿这身衣服，那不简单，有钱人，走路。这菜油子一看这主出来了，这菜就得卖给这种主。担子放下，紧跑两步过去，先请安，后作揖。大爷，有这他没瞧见您呢，看这精神气色倒是不错啊，最近又开买卖，我这给您道喜。开大吉，万亨通，满清龙从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。我这给您道喜。另外，我还得给您道喜。前些日子我瞧见大奶奶了，身怀有孕了，得有七八个月。我看你显怀了吗？不出三个月，给您添为大少爷。我这给您道喜。我这给您道喜。那个，我这人不太爱说话。你说我听着还不太会说话，那个前些日子可能说错什么话得罪大奶奶，因为什么呢？大奶奶有些日子没买我菜，要不这样，大爷回去您跟大奶奶知会一声，有什么到不到的呢，替您替我向她就是给您道个歉，让大奶奶回头呢还买我的菜，我这小买卖还指望您照应我事，您受累。回去都跟大奶奶说两句好话，您替我委言几句，谢谢你，谢谢您。这一大套客气话，汤汤一说，大爷心里明白，外行人嘛，说一大堆好话，甭问，只让我买他点菜。我媳妇有点认为买他菜了，指着我照顾呢。一看人这么客气，你要不买就不合适了。你得买点，对吧？有辣椒吗？所以我一问，有那就买，没有就算了。你看那个卖菜，我脑子快，也不说有，也不说没有。诸位，说出一句话来，让您心坎里听着那么舒坦。辣椒早就给您预备，听这话，早就给您预备，专程给他准备的。甭说他了，您诸位听见也得高兴啊，对不对？等你们一听，大爷一听也美得慌。好，来两个辣椒吧，来两个辣椒。行，行行行，两个辣椒。您等着，我给您拿，我给您拿，我给您拿。打筐里捡了两个辣椒，倍儿鲜倍儿嫩，在身上擦了又擦，蹭了又蹭，蹭得锃光瓦亮，格外漂亮。双手捧着这两个辣椒，跟帝国宝似的。大爷，您拿俩好吃的，直接递。大爷，捡过两个辣椒来，这么一看，这真好，真鲜，真嫩。多少钱呢？两个辣椒，不要什么钱了，您拿俩好吃的。要是吃完了，回头您再上我这儿拿来。哦，大奶奶常在我这儿买菜，两个辣椒，还上您要钱，您可真逗。这是客气话，人本家大爷也听得出来，不给钱那可不行。你这是小买卖，
像你这样来主不给钱，来主不给钱，你这买卖两天就得黄了，我得给钱。你看人大爷人是明白事理的人，他可不知道这是客气话，这是蒙着的人。哎，大爷，您瞧您这话说的，您这样，您要是非要给钱的，那我就收着啊，我收肯定收，我收您的本钱，好不好？我要是赚您一分钱，我是吐胆的。你要是还价呢，你是土鳖，应该行不行？这是生意话吗？这是。大爷一看这怎么说话呢？你这样，大爷，假如不利，我要您个本钱，这样吧，您给七块钱，行不行？您给七块钱。大爷一听，两个辣椒七块钱，怎么这么贵？什么辣椒我七块钱，两块钱能买一袋面呢？你这多点，你好几袋面呢，你知道吧？这什么辣椒这是？大爷，这让您问住了，这辣椒不是本地的，打国外空运过来，也就是您贵人吃贵物，换了旁边闻他都不敢闻。您这您要是没钱没关系，您拿点炒吃去，行不行？您拿点炒吃。你想啊，人刚才那丑话都说头里了，他要还价他是土鳖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还价啊，一还价自个儿成土鳖了，那得给钱呢。很不情愿的打兜里掏出十块钱来，找钱，快点！卖菜搜搜，接过这十块钱，叠吧叠吧，装兜里。那三块钱不着急找回来，诸位，那三块钱要找回来，算是卖菜没能耐。也不能弄假啊，大爷，您看您上来就给这么大票十块钱，我这个早晨起来，您这是头一号买卖，那还没开张，兜里我也没带着零钱，我要上银行给您换去，耽误您时间不是？这样，大爷，您看这韭菜多鲜亮，我给您来三块钱的韭菜，您拿家炒吃，好不好？我给您做主了，您等着给您拿。筐里把这韭菜拿起来，一根两根三根，大爷您拿家炒吃去，装土地上。大爷接过这个韭菜，手里拿着俩辣椒，两个辣椒三根韭菜，多气人呢，十块钱呢啊，两个辣三根，这心里琢磨这还溜什么弯儿啊，溜个屁的弯儿啊，这生一肚子气，回家吧，先把东西先放下了，挺贵的，知道吧？拿着这个菜啊，回家就走，走到家门口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心里就不痛快，想回头骂着卖菜。那卖菜也不机灵了，这是心里不痛快，把担子挑起来，紧跑两步过去。大爷，您还要茄子呀？不要吧。两个辣椒，三根韭菜，十块钱，这么大一茄子，他们弄一百啊？好，抽两抽的，拿这个三根韭菜，两个辣椒，刚一进屋，让这个大奶奶给瞧见了。大奶奶一看，也不怎么回事啊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财迷呀？哪儿捡的菜呀？这是捡的，花十块钱买的，捡的。大奶奶一听，哎呦喂！怎么那么贵的菜呀？三根韭菜，两个辣椒，十块钱啊！啊，你在哪儿买的呀？一来二去，你说，甭提了，啊，倒霉催的嘛，今儿这个也是不应该出门，让他给骗了。大奶奶人是明白事理的，那什么没事，那个咱也不在乎这点钱，等回头吧，回头那个。便宜菜来了之后我再买点，我就回去到时候就得了，你也不生气啊，你坐着先歇会儿，坐着先歇会儿。便宜菜，什么是便宜菜？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第三种，这个欠的便宜菜。你说种地的农民光会种菜，他不会卖菜，给钱呢你就拿走啊，就这么。窗外便宜菜这会儿，屋里面老太太给听见了，插了这么一句话：“我说儿媳妇儿啊，别买那欠卖菜的菜，知道吗？那欠卖菜的他不会说话，前两天说话跟街坊四姨还打起来了，
打得头破血流的，我就别买这菜，车没有，得了妈，您甭管了，一会儿我就我一个套子完了。您这这么大岁数了，您还出来？您上屋里赶紧歇着去吧。啊，我搀着您上屋里歇着去吧。给老娘穿进屋，正这功夫，外边那个欠卖菜的就来了，就这个嘟咕噜说，两边都是菜。过去的农民嘛，说话有口音，外国人，他也不会吆喝，吆喝起来反正就是推着车吆喝着。一头水的窝窝，娘大的黄瓜，你说那黄瓜都面了，谁还要了？一头水跟老窝窝，没人吃啊！等吆喝着，那大奶奶推门出来了，抬头这么一看，是这个欠买菜，心里琢磨着赶上了就买点儿。说那个买菜的过来，啊，过来，啊，别挖了，再挖房塌。过来，叫你，过去，我过去你没啊？我过去你没啊？这人说话人，我买菜要叫你干嘛呀？过来买点菜，没完你事呀、啊？我过去你又不买呢？大奶一听，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、啊？买有辣椒没有？买点辣椒。你那个娘们脑残呢你、啊？我这一大车不全就是辣椒吗？你要啊，要租金，你那服务菜员给你推的。你怎么都废话，怎么不会说话？过来买点辣椒。这时候才把这个车也推过去，推过来往这一放。你要多少钱辣椒啊？大奶奶聪明，刚才呀买菜呀吃亏了，这回不能吃亏，我少要了。嗯，来一毛钱辣椒吧，一毛钱辣椒，最少你得给一个，不能卖半个辣椒啊，你掰半个把你卖给人家那不行啊。一毛钱辣椒，买菜的一听，多少钱？一毛钱辣椒，你吃得了吗？我问你这是卖不卖呀？卖呀，太热开了呀！你等等，我给你拿吧，你等等，你拿围裙接着，跑了一大步，把围裙里边晃一放，又跑一大步，一放，起来，一毛钱辣椒，大奶奶高兴了，大奶奶太高兴了，一毛钱。两大桶，这围裙都快兜不了了，给这么多辣椒，今儿抄上了去了，心里头呢，真得倒霉问你，但是呢，想你一句话，肉见鼻子闻，老话说的，包贝是买主，破胆子是闲人。大奶一听，一毛钱给这么多辣椒，甭问，你这辣椒啊，不辣，我给这么老些个，一说辣椒不辣，这卖菜当时就变了，什么耗子？你是中国人吗？辣椒有不辣的吗？你吃一口，你吃一口能把你肚子那个小孩给你拉哭了。你吃一口，大奶一听当时也不高兴了，说话呢是卖菜的，我怎么说话的？我就这么说话的。哎，你这么说话，你就欺负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就欺负你嘞，俩人就呛起来，越呛呛声越大，越呛呛动静就越大。屋里面这老太太呢就听见了，拄着拐棍呢就出来了。哟喂，怎么这么热闹啊？抬头一看，儿媳妇啊跟这个卖菜的吵起来了。一看这听着口音就知道是个欠卖菜。哎，我这儿媳妇，我嘱咐你不让你买他的菜，不让你买他的菜，你怎么偏买啊？买完了，走吧，儿媳妇回家吧。儿媳妇走，跟婆婆回家，快点别让了，快回家回家。叫儿媳妇回家，这个卖菜的一看老太太出来了，心里高兴了。因为什么？这老太太岁数大，你得明白事理啊，你得讲理啊。哎，我说老太太，你等会儿再走。这个娘们儿来我一毛钱辣椒，我不说挤他呀，我挤他两个大盆子。他说我这个辣椒不辣，老太太你想啊，辣椒有不辣的吗？老太太，我是个做买卖的人，做买卖的人。
得讲究良心，不能够亏心。老太太，我也是亏心，我是你儿子。看你琢磨怎么意思？要是亏心，是我儿子，啊？合着一毛钱辣椒，我这儿媳妇归你啊？啊？这小子，这是成心找便宜，这是。关键是我儿媳妇身怀有孕呢，过门给你，你这进门当爹呀？这小子成心找便宜，这是。老太太眼睛那可不揉瞎子，拿着拐棍上去之后，啪就一拐棍，一抬腿，啪就一脚，这一抬腿，这高直接踹麦太太脸上，啪一下子，给老太太吓坏了。老太太这练过呀，这是，这会功夫的人呢，一下踹脸上，把脸都快踹肿了都。推着车就赶紧跑，想起来好汉不吃眼前亏呀，一边跑还一边嚷嚷着。老太太是疯子，跑吧，跑着跑着，跑到前面一个大红坎儿，这个大红坎儿是个尼姑庵，啊，把这车往那儿一放，拿了半拉砖头往那儿一立，啊，坐在这个砖头上，想刚才那个事情啊，越想呢心里越委屈，越想呢心里呢就越憋屈。心里琢磨着，我哪儿错了？老太太凭什么打我呀？一毛钱我给了不少东西呀，她干嘛要打我呢？这麦太太想不明白，不知道自己的错在哪儿。想着想着，鼻子一酸，眼圈一红，眼泪可就下来了，就哭上了。正哭着呢，一推门出来两个小尼姑，来打扫卫生来了。出来，一个人呢手里拿着土簸箕。一个手里呢拿着笤帚，刚一出门就碰见这个卖菜的了，俩尼姑心里都不痛快。为什么？心里琢磨着，这个卖菜的太不像话了，你在我这儿摘菜，你摘脏了之后我们得扫不是吗？怎么那么不会办事儿？拿着土簸箕这个过来又轰这个卖菜的，一抬手刚又轰，一看卖菜的哭声，不怎么回事，就得问一问出家人们慈悲为怀。我说卖菜的，你怎么哭上啊？这卖菜的哭点是眼泪呵呵的，瞧人呢也瞧不认着，眼睛都离奇了。哦，我哎呀，别急了呀，好人急了呀，我在你们出来那个胡同那儿卖菜啊，出来一个小娘们卖那一毛钱辣椒，那可不少挤他呀，那挤他两个大棚啊。他说那个辣椒不辣，那个辣椒又不辣，你吃一口能把你肚那个小孩给你拉窟窿。俺们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。出了个老太太叫儿媳妇儿回家吧，回家吧。我说老太太，我是个做买卖的人呢，做买卖的人不能够亏心呢。我说老太太，我也是亏心，我是你儿子呀。说到这儿，那个老太太不讲理呀，伸手就打呀，不想走啊。意料之外，这个老太太说过无数啊，把我脑袋都快踹红了。你看看呀，我招谁我惹谁了呀？我他凭什么他打我你的呀？说到这儿，人尼姑旁观者清了，尼姑明白怎么回事，也懒得跟他解释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哭了别哭了，回头你卖菜你注意点儿，你知道吧？别那么多话，你赶紧上别地儿去卖去，别在我们这儿了，你打扫卫生了，一会儿弄你一身土。快去去。上别地儿去，轰着卖菜的走。卖菜的又把心里话又说了两句：“哎呀，别提了呀，我今年不应该卖菜呀，今年不应该出门啊。昨天晚上不做好梦啊，我在晚上梦见姑姑了，还敢出门啊？”刚说到这儿，俩尼姑心里就不痛快：“没人梦你姑子了，梦你姑子怎么了？哎呀，也不知道。”梦见姑子倒霉呀，梦见老姑子还好点啊，昨天晚上我梦见是两个小姑子呀，更倒霉了呀，今天不应该出门。说到这儿，俩尼姑这火，你想那能不生气吗？腾一下这火就上来了，拿着土簸箕这个扇的时候啪就一下，拿着笤帚这个上蹦起来啪就这一下，给人卖菜打的呀，好，赶紧跑啊，别问怎么回事，推着车一边跑一边嚷着，那不能说话了，那你说话你可难度了，推车跑，跑着跑着怎么那么寸，碰一合着，
姐儿出家的，这和尚怎么迷路？想找人打听的。你说你打听到你找明白人呢？他不，他偏找这个卖菜的，啊，给那卖菜的截住了，是主，当时在先走。你躲开，你躲开，你啥菜？你想你拉着我干什么？你是主，先问了，你等会儿。你躲开，你啥菜？你干什么呢？你怎么回事？施主怎么这么着急啊？您跟我说是怎么回事？哪能说话来？哪一说话就有人逮住了？哎呀，施主，对对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给你气成这样，还这么着急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跟贫僧念叨念叨。啊，那个早晨起来，那个老太太打那来就不睡，就拿老太太说吧，我在头里弄空茶拿点事儿，然后呢出来两个人。那个模样呢，跟您这差不多。我跟您说，昨天晚上我们做好梦，我梦见姑子，我刚说到这儿啊，这两个人不讲理啊，抬头就打呀，一下子打的我，那脑袋上都起了大沙子。我叫他们惹他们了，你啊，你给个命令，我找他来，我惹他来。和尚一抬头这么一看，是头那空场吗？哎呀，就是头那空场啊，活该打你。活该揍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那个空场那是尼姑庵，什么尼姑庵？那出来的肯定是尼姑啊！你说梦见姑子帮人的倒霉啊，这都不能跟人说。你跟人说完之后，人能不打你？人能不揍你？啊！你好好走走脑子，你想一想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我跟你分析的彻底不彻底？说到这儿，这个卖菜的哭得更狠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啊你？出来人聊我，真的是尼姑啊！我以为那聊我王八蛋是和尚呢。